你好，请问今天想喝点什么呢？我想要一杯珍珠奶茶，正常微冰。哦，我们店里没有卖珍珠奶茶哦。是你们有珍珠吧？还有。有奶茶。还有。那珍珠奶茶？我们店里没有卖珍珠奶茶。那有珍珠有奶茶，就把它加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你说的是 QQ 奶奶好喝到没铺茶。所以你们店的珍珠奶茶叫做那个名字？我们店里没有卖珍珠奶茶。总之，你刚刚讲的那一杯里面就是有珍珠有奶茶。是的。那麻烦给我那一杯。一杯什么？就是你刚刚讲那个 QQ 妹妹那个。讲出来。麻烦给我一杯 QQ 奶奶，好喝到没铺茶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请问甜度冰块？正常微冰。哦，我们店里的正常是半糖哦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什么叫做正常是半糖？就是我们店里最多就是半糖。那如果我给你点半糖的话，会是你们店的正常还是你们店的半糖？算了，没关系，就照你们做的就好。好的，谢谢。再来正常微冰。